听我发言好不好？不要听你什么啊！我不要听你什么啊！你不要替我发言。十几年前是由金世杰、顾宝民、李立群这三位大师，剧场界的大师所诠释过，所以我们能够有机会接到这个戏的邀约，我们都觉得，等于是受到导演的肯定，然后可以在台上，就是互相这样子的切磋琢磨一个好剧本，然后现在也能够三度加演，我们觉得这很过瘾的事情啊。是 是。所以刚屈哥才会讲说，他希望能够一直的演下去，能够也不断的加演。然后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我们，为什么那么喜欢这出戏？然后这出戏为什么，我那么想演？然后有很多观众的确听到这个戏要演，就会抢第一时间去买票。啊，如果没看过的朋友，希望你来看戏。那如果你看过，你觉得不错，希望你推荐给你的朋友来看。对我来说，他的确是神。哦，亮群，你该不会以为我为了一个凡夫俗子花那么一大笔钱吧？当然，了解了解。这我不可能吧？了解了解，神，哎呦。我跟你说，上个月我特别买了一张机票，我飞到巴黎。戏里面这个亮哥演的这个角色，他一直觉得就是带进，是他把我带进这个艺术的殿堂的，所以什么事我都应该以他的标准来做标准，但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嘛，每个人是一个不一样的个体，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。一直到我就是喜欢上现代艺术了之后呢，我跟他就是渐行渐远了，就是在艺术的这种。鉴赏跟这个意见哈，就是越来越远，所以产生了一些分歧。他没有资格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是不是要去看看精神科大夫？他没有资格说他觉得这些色彩很感人，因为他其实并不真的这么觉得。我其实并不真的这么觉得，根本没有色彩，你要怎么感人啊？你根本看不到色彩，这个剧呢已经演的是三年了，那新三宝就是曾国城、朴学亮哦，还有屈中恒。那他们重新经典复刻这个剧呢，已经是第三次的加演了，这个票房每次都长红，那很荣幸呢能够到我们台中市来第二度的演出哈，那这个应该是一票难求了哈。那目前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山堂有1500多个座位嘛，已经卖了1000多张了，剩400-500张了，所以呢还是要赶快上网这个两厅院购票系统去购票。那今这一场呢，在我们台中市有两场哈，是12月17号礼拜六的这个晚上，跟12月18号的白天下午了哈，2点半啊，就这两场。朋友啦，而且你马上要去娶一个可怕的女人回家。好了，够了，我们今天谈话到此结束。是你自己说的，既然彼此痛恨，那大家干嘛要再见面呢？那我的婚礼怎么办呢？啊，一个是我的证婚人，一个是我的介绍人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